OK， 这边站稳了，体重都放好，再直直脚上，再起来，好，收回去。咦，小心下来，要记得不要直直的脚下来，你会受伤。双手交叉胸口，双眼紧盯场上。哎呦，而且要开始这样子，肩膀放下来。一起呀、啊，而且你们要离对方远一点呐、啊，你们太近了，而且要一起。 一起下来，一起翻，翻起脸来，每个动作要求标准，绝不会因为同学年纪小小就含糊带过。好，你们跳这个，你们都会这样子，一定要往旁边，往旁边，试试看。大家一起，小时候没那么认真，<笑>而且我小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害羞，我一开始都会躲在桌子下面或就会躲起来，就不敢给教练看这样子。 对，很没有信心啊，很没有自信。因为生性害羞，医生父亲和大学教授母亲让三岁的小瑞莎学韵律体操，六岁进入乌克兰知名的体操学校，12岁成为国家代表队。但是坦言，最初根本讨厌上课。好小人，一开始就喜欢，应该是拿到开始得到好成绩的时候，开始看得见自己的就。 可能比较学会的样子，才会开始特别喜欢。2015年嫁给制鞋商人，2016年升格成母亲，2019年元月拿到中华民国身份证后，瑞莎想为这块土地做出一些贡献，将自己在韵律体操的热情投注在龙潭双龙韵律体操队。 你太晚下去，你缓缓一进这边，你要开始下来。教练还是会有说，如果你这个失败的话，你有没有什么想法？你要怎么带过，或是做什么处理？这样是最有用的，其实对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比赛会不会发生什么事。成为体操教练，征战沙场多年经验，比赛前的心理建设才是制胜关键。很好。 上场前在想什么，或是你是以什么想法上去跳，或是是怎么样？因为有时候比赛就是因为人很多，然后你又是一个在上面跳，其实你会紧张，有时候你会没有自信，其实没有自信的时候就会很可怕。对，所以他其实他就是都会说，他以前是选手的时候，他就会心里想着哦，我是最厉害的那一个。你那个换脚太慢了。 你要在上面赶快换。雕动作不厌其烦的示范，将自己无法在奥运场上旋转跳跃的希望寄托在体操队，希望有朝一日将这群学生送进奥运殿堂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94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。 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